十四国际语言，我叫吴振华。其实这个我对面这个政协顾问，反正他是好多代表几十年的，尤其是个常委啊，还有修编各方面都蛮好。通过今年采访几次的流利啊，各方面好像气质啊都恢复得良好。就是个以前到时候治疗，你谈其实真是不自己干一下了，就是你以前好像是哪些地方，就是常委蛮好啊。我原来常委是第一个四五十年的常委嘞。中药也吃过，西药也吃过，你没都是吃各个的。对，你到花花以后哪些地方吃吗？花花、宝江大药房、家家口，中宝，和那个惠宁药房，还有邓医生。还有阿金爱卫生院，中药也吃过，西药也吃过。这个几十年一直没得团结，俺原来的越治越严重，俺都按都让你吃个要三个疗程的，三个疗程的，现在后叫好了，现在基本上恢复了。你大些就是当一下吃坏啊，生产小生都是。主要是提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我多年的肠胃病现在已经恢复了。第二呢，出汗也是二十多年的，我每天晚上都出汗，困得下半夜就睡过了。把俺的狗啊几个疗程，以后呢，话也没去了。第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怕老的很。我一下给他，盖好后面铺盖，我的盖铺下都没有买家的，我家。所以明天给他五六月个的要穿条鞋子噻，冬个天时我家穿的小短裤，把今年端的红十字院调理以后，现在冷也没得没怕冷的，穿远了。感冒也少了啊。现在没感冒也没得感冒的，原来光是感冒。就是。你主要是阳气不足，肾阳不足，肾气亏了。你先把娃个病情、基本情况都麻得了，所以，个对啊，放的。根源呢是肾气不足了。现在你瞧，方面精神寒冷，发现你脸色都有光彩。好多人都搞你现在我家比原来我家跳远了，嘎。哈哈，你有精神的，又没得怕老，都两个好像有结果。吃饭现在估计还可以啊，吃饭也可以啊。现在精神还就可以，我现在很少。今年我们给你冒了，今年没感冒，以前都半年吃一个就没感冒了。当时你那个时候，像我老多年，现在好像气血亏得很，血压不正常，血压偏低。现在血压刚才我量起来都正常，你别子保守了，而且基本上都可以。我也没给您看中了吧？俺如果身体好了。没事，我要是找到你。我得了，你这个，我住在红十字医院，吃中药，我下决心，我脾气没脾气了，我住在红十字医院，我吃中药调理算了。没，中医治病主要是找到你个原因，找到你原因就这样治，你不找到你根源，你治不到是吧？用你个。哎，我西药也吃过几十年，中药也吃过。是不是啊？谢谢你，给我整好了几十年的老病都整好了，几个病，几个方面的病都整好了。今后有事有不在，你来找他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了啊！真的安慰了啊！我是就是感谢你们这个医院。没请了。